NBA 2K25 能力值公开，约基奇、恩比德并列第一，詹姆斯第七，库里仅第九。眼看着24-25赛季的 NBA 就要拉开帷幕了，作为每年必玩的 NBA 2K 系列也公开了新赛季球星的能力值。看看能力值排行榜的 Top 10， 不由得感慨时代真的是变了。新赛季能力值最高的球员是约基奇和恩比德，两人的能力值都来到了98，东契奇、 SGA 和字母哥同为97并列第三，杜兰特、老詹和塔图姆则同为96并列第五，库里和爱德华兹以95的总评分分列第90位。时间走的是真快呀，如今能力值前五全都是中生代和新生代球星了。不过讲道理，如果把上面五个和下面五个分别组队干上这么一场，我怎么感觉下面这五个人的赢面会大一些呀？可能是因为老美通胀的厉害， 2K 的能力值也受到影响了。如今 2K 的评分啊，真是抽象到不行。新赛季保罗、拉塞尔、汤神还有小李的评分都是81分，另外经典球队的评分完全是瞎乱给，一堆叫不上名字的球员一看评分干到90加，实在是离谱。不过好消息是，今年的 2K25 还是值得期待的，40代将登陆 PC 平台，各位 PC 党可以冲一波了。